啊，叔叔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叔，这都什么情况？不是什么情况，我感觉你比我还着急，还好奇呢。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特别好的姐妹，桃啊，特别端庄、特别优雅的一个乖巧的女孩子啊。这不用介绍了，这很熟了。行，要不你俩加微信？那什么，以后我跟韩景东俩各听各的，以后我管叔就叫哥。啊，我管你叫哥，这便宜真的啊！爸，这是姚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姚姚啊。姚是羽毛球女单的，特别厉害，职业运动员。运动员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哎，行了，来，你跟我说说啊，去吧，你快去吧，去吧。这都什么情况啊？没有，就是朋友嘛，一块都30了，该成家立业，你不能老这样。你说你这天天叫什么事儿叫？我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啊。那你这什么情况啊？你这是我给你介绍俩啊，你给我介绍俩，给你介绍俩。没啥事儿，我就走了，你们拍吧。OK， 别一块吃饭还得留下。哎呦喂，你赶紧走吧。行，那我走，你也不能走，都一块走，一块走。你那姚走，都不能走，一块吃一块。哎呦喂，就我这爸呀！哎呦，我真得跟我妈说，到时候撞去了。